Chilia! Chilia!醒了，我青灵，青灵，青灵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们看啊，这里呢就是病人脑部受创后留下的后遗症，叫做阶段性失忆，也叫连续性失忆，就是忘记了自某一年或某一件事情之前的所有的记忆。医生，能不能麻烦你说简单一点？他失忆了。那情况严重吗？这么跟你们说吧，他现在呢丧失了部分的记忆，而且语言表达上呢会有一些困难，情绪容易激动啊，迟钝啊，不合作等等，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好好照顾他，要不然他的病情会加重，严重的话会引起抑郁症。抑郁症？他不是已经医生啊，那个病人他会好吗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们好好的照顾他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医生，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好起来的对吧？可能性非常大，但是这个时间上就不好说了，只要你们好好的照顾他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谢谢。青灵，青灵。你们找谁啊？我们来看你来了。看我？对呀，阿海。阿海，他们是谁啊？大家都来看你了，赶快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来看我。可是，老公，他们是谁啊？老公。爸，你和青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千万别误会。说实话。我。丁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您的。我和青灵以前的事，雪清都知道。当初是青灵对我有好感，但是阿海，你们聊完了没有啊？我们聊完了。我饿了。青灵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带他进去吧，幻萍做的粥在里面呢。走。天狼，这段时间青灵一定吃了不少苦，别着急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，尊重他才是在帮他。Thank you.
珊珊，你可算来了，赶紧把你男朋友带走，他在这儿站着可无聊了。我不无聊。青灵，你忘了，我和天狼可是已经结婚了，他现在是我老公了。对不起啊，你们俩快回去好好休息吧。那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嗯，天狼，我们走吧。你别忘了，青灵才刚刚清醒，现在需要休息才能健康恢复，不是吗？那我明天再来。段天狼可算是走了，要不是珊珊的男朋友，我早就赶他了。不觉得他很奇怪吗？段天狼哪里怪？他一直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看得我难受。估计呀，他还在记我的仇呢。来。青灵啊，吃饱了吗？啊，丁海，他要是吃饱的话，你把那保温桶拿出去洗一洗吧。啊，放心，我很快回来。青灵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幻萍阿姨。我不记得了。那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进医院啊？阿海说我是出车祸了。为什么出车祸呢？想不起来了。那你记不记得苏南？阿姨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行吧，不记得就不记得了，反正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好了，躺下睡吧。我还不困。